跟命运啊，有可能是帮到你，或者是害到他。机会吧？为什么选机会？你每活这一天都是有不同的机会嘛。OK， 那你觉得背后的内容是什么？不知道。要不要跟男生真的猜一下？我可以帮我。可是我们这边好像有一些日本的蚝啊，这些我都会吃。Okay. 可是我会特别点说，不是你的首选，对不对？对。那香明哥，你本身吃蚝吗？我非常爱蚝，非常以为真蒸蚝店。哎呦，但是我的 oyster bar 是在香港。因为其实我觉得吃生蚝的人比新加坡人多，而且他们比较少花费。先帮他教教，走肉末，肉末。还有一分钟可以帮忙啊。他 Chef Eric 这道蚝煎蚝蒸，地式的产地啊，地式，本地式的就是我们一般的小贩吃的那种。那你有做什么？